残年冰霜望断肠。若不思量你我两茫茫，自难忘何处花凄凉。相顾出去找大夫。妈，妈，妈，别睡了，求求你了，不要睡。我不想失去你，不管是什么身份，哪怕做兄妹也好，你都不要离开我。妈，妈，我还欠你一个春天。我想跟你一起采花，想跟你一起治乡。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，妈，妈，大夫，妈，妈，妈，梦儿，爸要喝了。阿娘没有杀人，怎么可能会杀自己最爱的人？但我知道当年的真凶是谁，是当年出事那晚有人亲眼看到从西南阁逃出一个人，他逃走的时候掉落了随身的吊坠，那串白玉吊坠和白安远腰间的一模一样，是白家家主白城。你们白家和我们叶家也算是老交情了，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你再被不寒这个不孝子就这么耽搁下去。既然你们两个感情不和，不如就此和离，一别两宽。祖母，可是安远哪里做得不够好？是我们叶家配不上你们白家这门亲。娘子，起来吧。可曾有找大夫看过？回老夫人话，白娘子已有两月未来月经，昨日刚请了回春堂的妇科圣手来看过诊，大夫说娘子如今已有两个月的身孕了。青灵，祖母，孩子如今月份太小，胎相不稳，我本想着等胎相安稳之后再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祖母。夫君就连酒醉也不愿碰我一下，我当真就不如那个贱人吗？从今日起你便怀有叶不寒的孩子。既然白娘子已有两个月的身孕，等她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，我们叶家一定要好生养着。祖母，您答应过要一起面对白家，您现在因为白安远怀孕就要放弃了吗？这不是放弃，眼下齐香阁还需要白家的银子，再说我们叶家的孩子是无辜的。可我从未对他有过半点真切，他白安远的孩子可未必是我叶家的。你也不是我叶家的。祖母，你说什么？你爹和你娘正如你和白安远，你也不是我成儿的孩子。原来祖母一直在骗我，
跟我说我是叶家唯一的血脉。怪不得当日得知梦儿的身世之后如此的激动，原来我才是外人。行，我走。不寒，梦儿。这个。哎，好。吉时已到，典礼开始。陌生熟悉景象，故事的阑珊，同岁月滋长，沉郁的刀伤，生昨儿的绝唱。你可知我齐香阁为何能屹立百年而不倒？至至心香，敢于神明，属祭非心，明德为心。祖宗家法有云，执掌齐香阁者必当岁月不居，以香再道。滚烫彼此耳膜的怅惘，刺痛着心房。宁掌事，到您了。从今日起，应鹤梦就是我齐香阁第十六代传人，正式接管齐香阁。景象，故事的阑珊，同岁月滋长，沉郁的刀伤，生昨儿的绝唱，救赎了欲望，与狼共舞，爱意埋藏，梦寐不忘的香囊，日复一日。永续滚烫彼此而过的怅惘，刺痛着心房，情字难解的断肠，曾抵似水目光，悠悠情意心香，为你的模样。